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里是格子酱讲绘本，绘本里面有好多的朋友，每天都跟我们分享着他们的故事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奇妙的绘本故事吧。今天，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《巴士到站了》。巴士到站了，来画画的人下车了。巴士到站了，来扫墓的人下车了。巴士到站了，去卖货的人下车了。巴士到站了，盖大楼的人精神抖擞的下车了。巴士到站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多人急匆匆的跑下了车。巴士到站了，人们成群结队，兴冲冲地下了车。巴士到站了，打电话叫来的人下车了，让您久等了。巴士到站了，总是输球的球队下车了，他们说，今天一定要加油。巴士到站了，护士小姐来接病人。巴士到站了，这里没有人要下车。巴士到站了，让人等得不耐烦的人下车了，他对大家说，对不起。巴士到站了，从远方归来的人怀着思乡的心情下车了。巴士到站了，买东西的人不情愿地给别人买东西的人下车了。巴士到站了，哦，司机先生下车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。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，欢迎关注格子酱讲绘本，格子陪你一起成长。